你问我爹爹妈咪长什么样子，我真的记不太清楚。从四岁那年起，我只记得他们背影的样子。虽然他是灭绝师太的爸爸，可是他一点都不灭绝。那么，我这个恶人王的爸爸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最想知道的，应该是你父亲是谁吧？是谁？我不会告诉你爸爸是谁。你想用这件事来牵制我，我反倒是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只要找到你所想要的，哪里都是你的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懂吗？那么，你找到了吗？你呢？我可不知道我的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在。我知道。什么？你最想知道的，应该是你父亲是谁吧？我知道。是谁？他。喂，送他去医院吗？好，我马上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有急事，得先走。不说清楚，不准走，人命关天。我只能告诉你一次，他的姓是草字头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故事很长，今晚12点，多准备些啤酒，晚上再聊。说我要自杀、啊、没那么夸张，我只是跟他说你不小心受了一点伤。那这样他会回来吗？他说了。你猜那个怪胎他会不会喜欢这些老土的东西啊？啊，你说邢先生吗？是啊，还有谁啊？我知道的不多。求求你行行好吗，提供我一点情报啊。他是我长期饭票，哎，我一定要投其所好才可以，这样才可以长期的保持友好关系啊。哎，少爷，等等我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！你救我，你要死！在在。不是那回事。哎，是醒我。爸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我不让他欺负你，打人后果很严重，你知不知道？大不了坐我去坐牢，我不能让你给糟蹋了。
你知道吗？害我们最惨是谁？是你！难得我找到出路，就少来破坏。你不能给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就自己想办法。这一切是我自己自愿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秦望的家人吗？他怎么了？他应该是在摩托车翻车而头部着地，初步检查后脑有一点点淤血，需要留院观察两天。这两天晚上是蛮危险的，如果度过了就没事了。想知道的应该是你父亲是谁吧？是谁？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字，他的姓是草字头。不会吧？秦望，你究竟什么时候来？这个烂娃娃！几点了？11:20啊。艾森斯呢？我问谁啊？亚鱼嘞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咦，我昨天明明是最晚睡的，而且我睡的时候，那娃娃都还没出现嘞，怎么装偷听器啊？拿这烂东西有个屁用啊！我说这阿森也真是的，装什么窃听器啊？这是亚鱼他家的事哎。更何况装了自己又绕跑啊！对啊，胆小鬼！我跟你讲，亚鱼，秦望来了没有？亚鱼，你先回去啦。他敢不来，在这种重要时刻，他可不会上演了一个什么出了意外啊，然后被车撞啊，然后脚断了不能来吧？黑白片才有这种烂剧情吧？8:03，对时间。从昨天晚上12点开始，我等了他8:03，我会继续等，到今天晚上12点为止。秦望，不管你人现在在哪里，如果你再不出现的话，后果自负。午夜前，你们只剩下14:49，运用你们那最厉害的手段，把希望引出来。这个混蛋、王八蛋、荷包蛋、鸡肉饭、垃圾！希望，现在是12:07又20秒，你还剩下11:53又40秒。这是
是尤雅瑜给你的最后通牒，也是你的最后机会，赶快投降吧，否则一场正义的战争就要开始了，你死定了。男人的话就赶快给我滚出来，我已经快要没有耐性了。死线是午夜十二点。一副之名。